嗱，我翻嚟第二節啦。咁呢節我投降嘅。我就係講個標題，因為我唔知入邊啱乜。我就係知道呢個人，呢個人都幾型啦嚇。係。咁呢個人就做咗2024年嘅一個數學獎啦。呢個數學獎係相當之即係出名㗎啦。啊，被譽為咧就係數學方面嘅諾貝爾獎。咁嘅咁啊，頒俾一位法國嘅數學家啊，呢個叫 Telegram 嚇 Michel。咁誒投降啦。嗱入邊個內容你自己講啊。嗱咁嘅嗰啲數學界之中有俾人比喻為呢個數學的諾貝爾獎，咁首先就係諾貝爾冇數學獎啦嚇。咁但係比喻為呢一個同呢一個等於諾貝爾獎同等地位嘅數學獎都唔止一個嘅，一個就好出名叫 Fields Medals， 四年先頒一次，每次頒俾四個人，而且就係頒俾40歲以下。咁而家今次又係另外一個叫 Abel 嚇，即係 Abel Prize， 咁就年年都會頒嘅，但係就淨係頒俾一個人嘅啫。咁所以基本上都係好難攞噶啦，即係你都係嗰啲好卓越有嘅貢獻。咁但係點解我哋都要講咧？就係因為佢難啊嘛嚇。咁我哋就即係唔會避開呢啲好難嘅嘢嘅。我都半投降狀態嘅，但係咧我就發覺入邊竟然有一啲嘅概念咧，有少少嘢啦，我只能夠講1-2% 嘅嘢啦，都係同小弟以前係即係喺紐約讀書嘅時候嘅研究有輕微地嗨到邊相關。咁所以我就嘗試去介紹一下，即係同時間就係因為咧呢個數學家嘅呢個貢獻咧，佢唔係嗰種好抽象嗰啲數學理論貢獻嚟嘅，而係一個非常之強喺物理科學嘅實用性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盡量去嘗試解釋一下呢個數學家佢喺嗰個數學嘅貢獻喺邊一度咯。我都話我投降，呢次你自己講啊，係咪啊？嗱，咁啊好啦，咁我就有啲基本嘢開始介紹先啦。咁咧，如果你睇翻呢一個Abel Prize 佢嗰個網站，佢都有嘗試去用一個比較普及科學嘅角度嚟介紹佢嗰個貢獻，但係我自己睇完咧，我都係好一頭霧水，但係我都嘗盡力而為啦嚇。咁其實佢所主理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叫做機率理論嘅問題。咁其實大家有可能都好容易明白到一啲嘅即係機率嘅問題咧，就係幾時咧？我好中意同啲學生咧就提嘅，你。整個班入面一個考試或一個測驗入面的分數去怎樣分布，或者是有些朋友小朋友去參加公開試的時候，什麼叫 Light Curve， 是不是就是那年大家的平均分是多少，然後大家的離散是多少，如果份卷是很難的，你知道平均分都低了。然後呢，如果那班學生呢就是他突然之間那年呢就個個老師都教得很好的，於是乎他的分呢就比較集中的。集中地高添嘅，但如果嗰年就係大家水準低，然之後咧差者更差，好者更好嘅話咧，成個離散就好闊嘅。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機率世界，我哋好中意討論呢啲分布嘅問題。其中一種我哋叫做嗰啲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啊，或者叫 Gaussian distribution， 咁就係一啲叫好平常嘅嗰啲叫正則分，即係嗰啲正態分布嗰啲咁樣嘅嘢咧，係喺我哋嗰啲考試成績啊嗰啲入邊啊，甚至我哋嘅人嘅嗰種高度啊、重量嘅分布都成日係呈現呢種咁嘅分布。咁而呢啲咁樣嘅機率分布咧，有時亦都會進入呢啲咁嘅實驗嘅誤差裏邊嘅，即係譬如我哋好似滴一滴墨水。落個清水嗰度，佢隨時間散開，即係話咧，佢嗰個機率咧會隨住時間就一路咁樣擴散出去。咁呢啲擴散問題就好中意咧，就用一個機率嘅語言嚟去表示。又或者講到呢啲量子力學嘅嘢，哦，呢粒電子佢呢一刻喺呢度嘅機率係幾多？但係隨住外邊有一個力嘅影響嘅時候，成個機率就會隨時間而變化。咁呢個就係成個量子力學嗰個邏輯嗰個語言就係咁嘅一回事。咁所以咧，如果呢個數學家佢係好中意討論呢啲咁嘅機率理論嘅問題咧，佢嘅貢獻就可以去到物理學入邊嘅量子力學、凝聚態物理學，或者統計學，或者係金融數學，好多嘢都關佢事。即係因為數學本身嘅應用就可以喺好多嘅方面嗰度，亦都就係話，譬如話，如果我係喺一個嘅系統裏邊。開頭測量有一啲嘅誤差，最後令到我結局有幾多誤差咧？咁呢啲又係啲機率理論嘅人咧，好中意去討論嘅問題嘅。我如何去揾到個完整嘅理論，令到我哋話俾我聽，我呢個實驗輸入嘅誤差同輸出誤差之間嘅關係咧？咁又係佢哋討論嘅其中一個嘅範圍。咁好啦，所以咧呢個數學家，如果你睇佢其中一個貢獻，有一樣嘢叫佢個貢獻就喺嗰、那個。機率理論的研究，特別是一種叫 measure theory，
咁 measure theory 入邊嘅內容就好廣泛嘅，但係其中你可以用我頭先提過嘅例子度好粗淺地去了解一下啦。咁都係牽涉到一啲你喺一個嘅實驗裏邊測量，無論係嗰、那個即係任何參數嘅測量，無論佢一個輸入嘅參數，亦或者輸出參數出嚟嗰種誤差嘅嗰啲咁樣嘅關係。又不一定是講到佢誤差的關係，總之佢自己嗰個機率分布，輸入時候佢有一個機率分布，輸出的時候佢個機率分布會是點嘅樣咧？咁佢就會係喺嗰個數學理論嘅框架度俾出一啲好好嘅定理同個定律，令到我哋咧能夠更加精確地約束到究竟最後實驗出嚟俾出嚟嗰個結果，究竟係可唔可以俾出一個更加理想嘅約束？即係譬如話，我哋啲嘢輸入有誤差，輸出有誤差，我唔係好中意太多誤差嘅。但係我哋會唔會有時係高估咗個誤差咧？令到我哋其實明明個實驗有更好嘅能力做得更加精準，但係我哋嗰個數學理論上邊唔能夠好正確地認識呢啲咁樣嘅機率，於是乎我哋過分高估個機率，亦都低估咗我哋自己做實驗嘅時候嗰個精確性咧。咁喺呢啲位咧，就呢啲數學家咧，佢俾出嚟嗰啲咁嘅機率理論就非常有用。嗱，咁好啦，實際上佢嗰條定理係乜咧？我係噏唔出嘅，或者咧，就算我噏咗出嚟之後咧，我就算照完佢嗰堆字讀咧，大家都係一頭霧水噶啦。OK， 咁咧喺呢一個嘅 Abel Price 佢其中有請咗另外一位數學家嚟嘗試介紹佢哋呢一位阿 Telegram 教授嘅貢獻嘅時候咧，佢就打咗個比喻。咁我嘗試將嗰個比喻咧嚟去解釋俾大家聽，你就知道佢做嗰樣嘢有幾難。嗱，即係咁。如果嗱，通常我哋講啲誤差咧，我哋係講緊一個中央值同埋周圍正負幾多個範圍噶嘛，係咪？而家我知道咧呢件嘢個誤差咧就喺一厘米正負一毫米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以一毫米以一毫米為半徑。一是正一是負的方向就定義到我這個的誤差有多大了，而且呢個闊和窄就完全由我這個誤差半徑來決定，這個在一位的時候就是這樣，二位的時候就很容易理解了。譬如問台長，如果你現在要耍套拳站在中間，你不想傷到人，咁你知道你個手臂有幾長，咁所以你預個安全距離就係話，嗱，拳腳無眼啦，即係一陣間啲拳風傷親你都唔係咁好，大家距離我至少保持兩米，有一班人圍住你，每個人都同你保持兩米，咁最後台長我問你啦，你覺得呢班人最後圍住你係以一個咩形狀圍住你？簡單圓形咯，圓形咯 ，OK， 所以喺二圍嘅時候咧，呢、這個誤差半徑。建構咗出嚟嗰嚿嘢就係一個圓形嘅面積嚟嘅，即係話咧，如果即係你喺二維嘅空間嘅時候，你嗰個誤差就以一個圓形嘅面積嚟去定義啦，即係個誤差嘅範圍。如果咧你去三維嘅時候，又會點咧？而家咧我唔係淨係講緊我周圍前後有觀眾，我上下都有觀眾，我仲會踢腿嘅嚇，我唔即係唔想踢親上邊，你上層嘅觀眾都要同我個頭殼頂保持兩米距離 ，OK？咁於是乎喺一個三維系統入面咧，你就會有成個球體咁樣包住你啦。OK， 咁於是乎咧，你如果考慮到你嗰個系統係有一個三個軸，譬如係有 X、Y、Z 軸三維嘅參數，三個參數嚟去喺呢個系統裏面嘅時候咧，你成個誤差考慮範圍就是一個球體嚟。OK。咁而喺一啲更加複雜嘅自然現象入面，佢牽涉入面嘅參數可以係幾個參數導致最後一個結果，可以係 N 個參數導致最後三四個可以被測量嘅結果。咁呢個係我哋人世間好多嘅系統都係咁，即係譬如我哋金融嘅系統，影響嘅因素何止百千個，有時某位燈神講咗一句嘢，可能就令到個結果就係顛覆咗。OK 咁然之後出嚟嘅結果，出嚟嘅參數都好多，因為我哋有好多無論好多種唔同嘅指數嚟去講下成個股市嘅狀態，係咪？所以其實你用一個數學嘅語言面對去描述一個塵世間好一啲複雜嘅系統嘅時候，好多時係牽涉到 N 個參數、N 個輸入參數、N 個輸出參數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你去考慮去到嗰啲誤差嘅範圍，你去用一個統計學入面嘅機率理論嚟去研究佢哋入面嗰啲誤差究竟個範圍幾大幾細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牽涉到啲 n 維嘅數學。咁
一个圆形的面积我懂计，一个球体的体积我懂计。台长，你想不想象到，如果一个四维的，在四维空间的球体，它的体积是怎么计呢？照计而已，都是有得解的。有得解的。N 个 dimension 都有人做过啦。是啦，其实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的。咁如果你係講緊牽涉到仲要係 n 維嘅 n 維球體嚇，淨係個面積咁好簡單 ，OK？ 然後你實際上嗰個系統出嚟嗰個結果，亦都可能喺一個 n 維嘅球體入邊嘅其中某一個範圍係會特別集中嘅啫。咁你咧就要將呢啲因，即係將嗰個系統入邊嘅特色考慮埋落去。咁咧，即係呢一位教授佢勁在嘅地方就係咧，佢將呢啲咁樣嘅機率理論嘅問題。佢唔係淨係考慮一啲誤差問題，誤差問題只不過呢個機率問題其中一種嚟嘅啫，就係佢成個嗰啲咁樣嘅任意系統嘅一啲嘅演變入邊嘅機率嘅分布，仲要將佢考慮喺一個非常複雜嘅系統裏邊，所以佢需要考慮到 n 維空間嘅問題，將呢啲 n 維空間入邊嗰啲咁嘅體積考慮埋入邊某一啲唔同位置邊啲係佔嘅重要性強啲同弱啲。咁樣嘅函數，咁樣嘅參數，共嘢一路嘅時候，佢能夠俾出咗一個理論咧，嗰、那個數學，即係俾出嗰個數學定理咧，係最後幫到我哋解釋到好多物理學上面嘅問題。咁就即係我唔知咁樣聽落去咧，即係台長你可以 get 到幾多？少少啦，少少啦，係咪？即係你唔可以話你 get 唔到噶嘛，係咪？即係你台長嚟噶嘛，係啦。嗱，我補充一樣嘢啦。他去處理的問題，其實我諗係中學都讀過啦 ，Gaussian distribution 啊嘛。嗯。但係玩到咁深嘅，我諗係咪玩到係一啲即係多維嘅一啲嘅微積分 differential equation 嘅層次咧？嚇，一定遠超過啦，多次嘅積分啊，嚇多層嘅微分啊。咁另外就去到佢甚至乎嗰、那個佢個網頁介紹佢嘅貢獻嗰文章就話咧，如果我哋純粹淨係用嗰啲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Gaussian distribution 嚟去説明佢嘅貢獻咧，就係過分簡化嘅。但係冇辦法，過分簡化都已經咁複雜啦嚇，因為佢本身對於個機率理論研究入邊已經最後就係你個定理係唔需要假設你係 Gaussian distribution 即係某一種機率分布先至適用噶啦，係一種任意機率分布時候，我都能夠俾到一個好好嘅數學定理俾你嚟去約束住最後個結果，個結果嗰個範圍大約係會集中喺邊一個位邊一個範圍嗰度，同埋成個形狀啊體積大約係點，佢就俾到出嚟。咁唔止嘅，通常嗰啲咁嘅定理唔止一兩個，通常有好多種嘅應用嘅。其中有一種好重要嘅應用就係咧，喺嗰個物理學入邊咧，你去解釋某一啲嘅相變嘅問題嘅時候，嚇，譬如話有喺某一個系統入邊咧，佢係一嚿磁鐵嚟嘅，你將佢高温加熱咗，加個磁場再冷卻翻咧，佢成入邊就每一個嘅原子嘅磁力方向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於是乎呢嚿嘢出嚟就係好勁嘅磁鐵。OK， 但係有啲物質咧，佢就唔係咁樣表現磁性嘅，佢自己會係隨住外界嗰個温度去冷卻翻嘅時候咧，佢入邊嗰啲磁力嘅指嘅方向會散咗嘅。有時完全散到洗牌亂曬時候就咁就好簡單啦，完全唔帶磁性啦。但世界上有啲物質咧，佢結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結咗一種叫做咧混亂得嚟，但佢亦都會有一個好籠統嘅總體趨勢嘅一種咁嘅狀態。即係我哋會有個名叫一種叫 spin glass 嘅一種現象，但唔明唔緊要啦，就即係好似入面佢哋嗰啲咁樣嘅每一粒原子佢嗰個磁力方向就指向咗一，即係佢就你睇落好似好混亂，但係原來咧係總體上佢都有個好難捕捉，但係有一個趨勢喺度嘅呢種咁嘅特定嘅狀態咧，就同我哋嗰啲咁樣嘅嗰啲 silicon 啊，結成為玻璃咧，嗰種狀態係好似嘅。玻璃入邊，你揾個顯微鏡睇入邊嗰啲排列好凌亂嘅，但係佢成嚿嘢就硬邦邦結成咗一嚿玻璃，一嚿固體咁樣嘅嘢嚇。原來就係話咧，即係阿 Telegram 教授佢嘅呢套嘅機率理論咧，最後係能夠幫助到我哋咧，去建立嗰個嘅用數學。嚟去對於呢啲系統由好整齊排列嘅磁力狀態，去變成嗰種 spin glass 排列嘅嗰種磁力狀態時候咧，係俾到一個
幫我哋俾咗啲物理嘅定律出嚟添。咁所以我會話就係佢嗰個嘅機率理論嘅貢獻，佢唔係淨係做咗個比人哋更加叻嘅機率理論，而係去幫人哋透過佢呢個嘅進步，係幫到喺某一啲物理學嘅重要嘅物理學系統裏面咧，係嘗試俾咗啲人哋從來冇試過俾過嘅解釋。而佢中間牽涉到嘅一啲嘅運算咧，好多時係牽涉到一個喺N 维世界入面某一个体积，它究竟个形状是怎样，个体积不是三维的体积，是 N 维的体积，它都懂计。所以就即是劲就劲到这样了。然后你看它的发型啊，个胡须啊，你看到就是这些就是不是凡人一个这样的形象给你看到。我看到你都觉得它是劲的，就是样子觉得劲的。样子都觉得劲的。是啊，那你刚才解释那里远比这个 BBC 啊，你一路讲的时候我看 BBC, 是远比这个 BBC 的报道是丰富的。你的 BBC 写一篇有没有写什么？大佬，因为我看的就不止 BBC 的东西嘛，我看完，喂大佬，我看完他们这些 New Scientist, BBC 和 CNN 的报道，再看埋那个什么鬼啊即係佢嗰個頒獎單位 Nobel Prize 裏邊入邊三四篇嘅嗰個介紹，再加埋我自己識嘅嘢咁俾出嚟，我夠膽講啊！我自己喺即係呢個解釋喺廣東話界係贏曬㗎啦，應該啊！突然間嚇，即係突然間唔謙虛我哋啫嚇。好啦，我哋呢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又同大家见面啦。谂啊，今日会同大家讲啲咩咧？就嗰一单咧喺飞机上面发生嘅古怪嘢啊！咁话说咧，喺几个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国嘅内陆机咧，突然间有个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闹话要落机嘅。谂到底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呢个女人咧就话闯去隔篱嗰个咧就唔系人类嚟噶，大家唔落机咧，咁啊成机人都会死噶啦。有好多网民喺度话咧，就话其实个女人咧就其实可能系冇讲大话嘅，就话坐喺个女人隔篱一个咧系一个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几图你点睇啊？嗱，呢样嘢咧其实都唔算系新噶啦，以前我哋响神秘的嘢都有提过嘅蛾兽。咩系蛾兽咧？蛾兽就系、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咁點解我今日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紀圖喺度做節目。然後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機會大鑊啊！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佢幾套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有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只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